好，那它会留个多少电流？0.16嘛，这个是九欧姆嘛，所以现在大概是多少？1/2 V/平方。哎呀，90，不到1瓦吧？啊、那不到0.1瓦，要不要摸看会不会烫？哦，温温的。好，那我们再高一点呢？电压再高一点，电流，增加电流。哎，我用电流，好，2.5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那你看，如果说我们有限电流的话，你看我们现在电流是0.26嘛，啊，你看，假设说我的有限电流的话，你们发现它就跳起来了，然后你的电压就跳下去了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限电流就有这个好处。好，2.5嘛。哦，好，那再高嘞。这样大概1瓦。电阻边那里休息。融掉吧，高热融掉。没有，你就看慢慢发黑。啊，发黑。啊，对。4416除以9，哎，还没。就很烫。你起来把那个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电流把它限制住了。有没有闻到闻到了？九欧姆。九欧姆的电阻，那你给它。因为电阻很小，你现在0.36啊，给它大的电压，嗯，还是要把它烧掉，有没有？它慢慢黑了，有没有？哪里有？没有吗？我都闻到味道了，你还做？有冒烟，冒烟了，有，要半变黑了，哎，中间戒指变黑了，是因为通过的电流太高吗？像高温一样，瓦特数，好，可以了吧？红掉了，有没有？有，高热，哦，啊，这就烧掉了，它会爆开吗？不会，要爆开，我们可以试电容，电容会像外面棒，要不要？要不要？要。